我到了千岛湖。大家好，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法国很传统的一个美食鱼子酱，法语叫 Caviar。鱼子酱还被称为水中的活化石。很多米其林餐厅都会用它来制作相关的美食，但是最近我才知道，大部分餐厅的鱼子酱来自中国。这是您的20年黄鱼子酱。C'est excellent。这个鱼子酱一定来自北冰洋吧？不，它来自 China。What？鱼子酱里面有很丰富的营养物质，我非常厉害，所以我要去中国的千岛湖为我的家人带回来很好吃的鱼子酱。老婆，等我。原来真的会飞！我到了千岛湖，108米以上就算一个岛。1、2、3，623、624、699、999。对的，就是千岛湖。我们现在去鲟鱼的养殖基地。哇塞，你们看一下，这边实在太美了。虽然我们在中国千岛湖，让我想念法兰西的优雅，真的感觉就是法国南部的布鲁旺斯。而且你们看看这个天气，千岛湖4月份到11月底一直是这样的。现在我在驯龙科技千岛湖养殖基地，我们要坐这个小船来。Let's go！ 看路加鱼子酱，我们来了，舒服。原生态水域573平方公里，湖水可视度高达7米。哇，好深！你没见过鱼吗？哼！啊，这边好安静，你知道吗？90%的鱼子酱都来自这里。我以后回法国可以吹牛，我会说，对啊，我去过啊，千岛湖啊。来，我们去看看那些鲟鱼。我的后面全部是鲟鱼，有的可以活到100岁，还有一种鲟鱼需要养殖很长时间，可以达到1吨。 What？ 对啊，1吨，1000公斤。这边的话，一种是俄罗斯鲟，另外一种呢是海瑞鲟，就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种鲟鱼。好性感的衣服啊，我们进水吧，有点紧张。我没有抓过鱼，他会不会他不喜欢法国人。哇塞，快快快，好了，今天我觉得是我的最大成功的，我不会更好。我最期待的部分来了，卡路加鱼子酱，我们要品尝一下。完美，有特别新鲜，感觉在大海的味道，但是没有那种很重鱼的味道。咸、优雅、舒服。哎，我真的希望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什么时候有品尝这个功能会出来呢？还有一点点，我不要浪费。今天还可以啊，天堂千岛湖，我爱你。现在是不是要回上海了？好吧，回去吧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鱼子酱真的很好吃，我还学了很多。卡路加鱼子酱提供给很多国际航空的头等舱，还有很多米其林餐厅都用这个品牌，甚至还有奥斯卡晚宴。哇哦！所以你带回来了多少呢？